作为老将做了，他是金色快手班培训回国两周，嗯，啊，一比一，非常漂亮，嗯，这是一个金色快手班接整阳空翻，也是一个一，也是很漂亮。好，立准七八了以后，团胜跳七百二。刚才做的帽跳起来，这是新手翻直立结空翻转三百六，再接曲底型空翻。这是反跨跳两次。他的结束动作很好，是曲底后空翻两周。Essa foi a apresentação。这是现在的他是属于力量型的选手，那么他特别擅长的就是翻跟头的能力，在跳马比赛当中，我们已经深深的感觉到这一点，因为他也是拿到了跳马比赛的金牌，在他的编排当中呢，他也是凸显了自己的长处，所以说他的跟头难度的这个。跟头的难度和完成的质量都是非常的高，而且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当中，车车今晚的这个好像他的舞蹈能力也